送我一支笔，什么笔？毛笔。什么毛？鸡毛。什么鸡？公鸡。什么公？公鹿。什么鹿？马鹿。什么马？骑马。什么骑？国旗。什么国？国家。什么家？家长。什么长？一人一次吗？长辈。一人一摆的吗？一人一摆咧，就就袂接，我是就就输啊嘛，就是让我们来讲。谢谢谢。爸爸讲什么？一人一次。哦。啊，人胡肯那管丁丁胡卢说。什么奖？是什么奖？然后你讲。奖奖杯，然后什么杯？是妈妈写的哩，有人写的哩。啊，辈分，人有些分什么咯 ？You cannot continue， 人有卢说啊。接不到的就输啊，从奖开始啊。什么掌你先啊？谢谢谢，蹦蹦蹦，老师送我一支笔，什么笔？毛笔。什么毛？鸡毛。什么鸡？公鸡。什么？是谁讲谁？这样一次一个人讲哦。一次你讲，一次我讲，一次你讲，一次我讲，就是什么笔是两个人都讲了，然后毛笔你讲哦，什么毛我讲的时候哦，毛哦，你来听哈，谢谢谢，蹦蹦蹦，老师送我一支笔，什么笔？毛笔。什么毛？鸡毛。什么鸡？公鸡。什么公？公鹿。什么鹿？马鹿。什么马？骑马。什么骑？国旗。什么国？国家。我先。国家。什么家？什么家？家长。什么长？长辈。什么辈？爸爸的呀。背后。什么后？后面。什么面？面条。什么条？条纹。条纹。什么文？文化。什么化？化学。化。什么学？学校。什么校？校。校工。凯恩啊，凯恩，凯恩啊！什么公？公？什么鸡？凯恩。鸡毛。什么毛？羽毛。羽毛，我讲。什么羽？